你把这件事情看太重了，你看太重对你来说没意义啊。可是这也是我的工作需要用的更大的努力吧。是宗教或是服务类型的工作吗？对，那就请你们的那边提点你啊。因为我们这边还没有晋升，是靠我会觉得我自己能力不够，做事情没有处理好，我会愧疚。不用愧疚，因为你要先把你的生活重心先拉回来，因为你的思想现在开始一直分歧了。假如你甲方这边、乙方这边，你都想沾，可是你找不到自己真正的意识，这时候你会更乱，而且你做不了更多的事情，你连人都没有办法疗愈。先疗愈自己，才会疗愈别人。你先把你自己找回来，不管你听到任何声音，你当作那是你的想法。你的想法开始清新之后，你就知道你自己该怎么做了。